今年是甘孜自治州成立60周年，我85了，再不去我就永远也去不了了。金庆同学，你觉得你刚才演奏的《康定情歌》怎么样？还行吧。你是作曲系的研究生，钢琴课虽说只是一门辅修课，但我从你弹琴的感觉中找不到作为一个作曲家内心汹涌澎湃的情感。老师，我本来就不想弹《康定情歌》的，我自己创作的苏州小夜曲感觉比这个要好多了。这不是哪首曲子的问题，我没有从你的琴声中感悟到你内心的东西。很遗憾，我只能给你60分。外公，外公，进门就叫外公，没看你妈在劳动吗？妈，外公呢？在自己房间里呢。王思醒着。哎，你别去吵他，他在屋里发呆呢。外公，你说那个甘孜到底是个啥个重要的地方啊？从小我就听你念叨。甘孜州在四川省的西边，占四川省面积的1/3哟，有18个县，它是我们全国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60年前，你外公在那里修过川藏公路，他的州府所在地就是康定。你外公说的就是《康定情歌》里的康定。我能不晓得吗？要不是因为那个《康定情歌》，我才不至于88节节的考试及格呢。凭婷婷的水平啊，换个别的曲子，他肯定能考高分。他心里没有康定，他怎么可能用心去演奏啊？我想好了，让婷婷啊陪您去康定。婷婷啊，你外公年龄大了，你陪他去。哎，你不是说你的毕业论文心里还没有底儿吗？我想啊，甘孜会给你灵感的。这你就不懂了吧？甘孜这个地区啊，一天有4个季节，可神奇了。哎，外公，怎么会有这么多军车呀？这是在运送抗争救灾物资啊。当年我们造这个公路啊，现在还能派上用场。60年了。Thank you.
制前进。停止前进，停止前进。传我的命令，部队原地休息一个小时，找水、埋锅、做饭。是。司令长，到。马上带几个同志去找水。是。报告首长，我也去。你这个同志怎么不佩戴胸章，也不戴帽子，还留了一个小分头啊？报告政委，他叫李苏杰，是解放苏州时和我们里应外合的大学生，我们都叫他秀才。啥？大学生？什么时候毕业的？报告首长，我今年大学刚毕业，我是学地质的。我听说这支部队进藏需要我这个专业的，我就报名了。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团长一直在说上级要给我们分配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原来就是你啊。来，咱们先认识一下。本人是十八军三九六团的团政委，五天前刚从成都医院养伤回来。欢迎你，大知识分子，我们修建川藏公路离不开你这样的秀才。您真是太客气了。司令长，到。命令你和李苏杰和李苏杰同志一起马上去找水。哎呀，所有的同志好，快过来过来过来，给我扶不着去。哎呀，准备好了，小心点儿。OK。 哎，可不可以啊？看到我不要着急，看到我哈，笑一下笑一下。哦，要啥有啥是吧？说话算数。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们的东西我们不会要的。了不起呀，解放军进藏区一个月了，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爱民如子。感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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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军大军，拿到去，这边是我的心意。不用了，不过我能另外跟二位提个条件吗？小秋仔，你怎么？没得问题，只管说，随便，只要是我们家的，我有的，说一遍啦。我想把那两位奴隶给解放了。解放？解放？解放是咋子意思呢？就是解开了，放了。我还以为是啥子事情说，两个奴隶娃儿拿走。拿走了。哎呀，大军先生真是啊，真是菩萨在身，灵通转世，大慈大悲的好人呐、啊！一句话，放人，马上送给你。一下子放走两个，怕是人手不够哦。哎，这位是？哦，他叫刘二，哎，他不是藏族人啊，他是我们家请来的。
他帮我们家呀写字干车，他还在成都啊泸定康定这一带当当邮差，微不足道。那就麻烦刘二大哥把头人和夫人送回府去吧。责无旁贷。二位确定解放他们了？对头，西藏和西康省都和平解放，他们解放解放。你屁瓜娃子你牵马去。好好。哎，你都被解放了噻。刘儿。哎，小姑娘。等会儿。从现在起，你们解放了，做人了。挺起身来。过来，来，过去。一排长，到，把斧头拿过来。是。小姑娘，不要怕，把铁锁链放上来。来。放。肖三，这就是当年红军二十二勇士攻下的铁索桥啊！真是太了不起了。你也了不起啊，刚刚就两个奴隶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也应该过上好日子。是。你这是做啥？你现在解放了，挺起身来，小姑娘。你们解放了我，我可不可以跟你们走？你们不要我呀？把我妹妹亲人，你们救了我，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收留他吗？这，我求求你们收留我了。这得请示上级啊。不用请示了，
各位，姑娘，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就留下吧。那我可以吃饱饭了。姑娘，共产党解放军就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受苦人吃得饱穿得暖，再也不带这个锁链而来的。政委，请交给我。小姑娘，你好好的收着，我们要让子子孙孙都知道你曾经都吃过些什么样的苦。我可以跟到你们走了。陪你找你的达瓦去。哎，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施工噻。不要紧，我们呢找两人把车子一抬，你一发动就可以了嘛。啊，外公，您也干得比单子，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农民的是行人啊。哎，我们找吧找吧，总能找不到办法了啊。听啊听啊，哎，兄弟哥，帮个忙帮个忙，车子像狗里头了。你不要着急，我们帮你。好好，兄弟们，上来。哎，来来来，刘队，快快，李东，帮忙去。谢谢。真是不好意思啊，让你们干些土地活，谢谢了谢谢了。就算曹干些的、老爷爷、你们从哪里来的呀？江苏来的。老人家，那个地方可是个好地方，你们是江苏哪里的？苏州，你听过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停，退退，走啊。哎，你别走你别走，你帮我把车弄出来你再走呀。我给你钱，我给你钱还不行吗？我付你们钱。你把钱留给你们苏州人买药吧。哎，小姑娘，我们不是不付钱。哎，没动你还站在那抓子。哎，我让你走。哎，小伙子。哎，哎，小伙子，小伙子，帮帮忙噻。帮吧，小伙子。哎，别走啊！哎，你们这帮人怎么回事？哎，吓死了！哎，停停。
是不是肚子饿了？李同志，那个员工都是啥子？好好看哦。这个叫枣蓉麻饼，又甜又香。嗯，拿着。不晓得甜味道是啥子，吃了就知道甜是啥味道了。甜是那个味道。嗯，你多吃两口就习惯了。就是甜。这是我们家乡苏州的味道。苏州？苏州是不是在成都旁边吗？这苏州啊，在长江的最东边。有句诗是这么说的：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这长江啊，也是从你们藏区流到我们那去的。那长江是不是很长？嗯。有没有大渡河长啊？那长多了，有一万多里地呢。知道了，苏州。苏州那个字啷个写嘛？叫啥子？给你找纸啊，都写在手上嘛。没得事，我都想看哈那两个字长啥子样子。记到了，苏州。二位是从苏州来的？是的，主任。好的。哎呀，您别客气，叫我曲珍好了。曲珍，嗯，李老先生，哎，根据你所提供的信息和线索，嗯，你所说的这个达娃，在我们这里有这样经历的人，好多哦。再说了，达娃是个小名，你也知道的，在我们藏族当中，叫达娃金错、达娃央珍、达娃曲珍、达娃啥子的，哎，多得很哦。哦，哎，外公，那你知道达娃的全名吗？我只知道60年前达娃是个拥军模范，农奴出身。当年还和解放军一起修过川藏公路。真的呀？同志们，休息了，大家喝水。喝水了，喝水了。李书杰同志，你擦擦汗嘛。啊，你饿了吧？我这包里还有一块枣蓉麻饼。我不，你留到自己吃嘛。这桶还有这包都留给你做纪念。我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件事情？都是革命同志，有什么好麻烦的，说吧。你可不可以在那个桶桶上头写两个字，都是我的名字，达娃。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原来是写两个字啊。来，你教我念嘛。达达哇哇，对了，达哇。哎，嗯，你的笔是不是很金贵嘛？我这笔是挺贵的，这是我考上大学那一年，我妈妈帮资本家少爷洗了2个月的衣服，才从旧货店里买来的。你妈妈也要到铜仁木头去做事情呢？我也是苦人家出身的，我爸帮人拉黄包车，我妈帮人洗衣服，他们俩省吃俭用才把我送进大学。要不是因为解放了，我恐怕都毕不了业。你也比那个金贵，我用羊毛给你做一件衣服，你试试看，
让他穿上去，看他合不合适。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这可是千针万线。你又不是真实的解放军。大伙同志，你以后就别老这么客气了，你就叫我苏杰吧。那你还喊我大娃同志，那你以后都喊我大娃嘛。大娃在我们藏语里头就是月亮的意思。月亮，这名字真美。哎，同志们，我们请藏族姐妹给我们唱首歌好不好啊？达瓦，达瓦，你怎么了？快去给同志们唱歌啊！我是奴隶，不能在人前唱功。达瓦，你记住了，你是个人，你是和大家一样的人，你是和头人还有太太一样平等的人。去，挺起腰杆，给同志们唱歌。你一定会唱得很好的。明天给部队做饭的柴，我都替你砍好了。
你好好啊，白天要修路干活，中午饭都不吃，还帮我砍柴。军民一家嘛。你说啥子？啥子？我们是一家？我是说，军民一家。更何况，我还不是解放军呢，我还要努力。啥子叫努力？努力啊，就是再加把劲的意思。我晓得了，那我一定要努力，努力给部队烧饭送水，努力把康定情歌唱得更好。达娃，你歌唱得可真美。我没有学过，是小时候跟阿妈唱，乱唱的。那你们在头人家里可以唱歌吗？将来我带你到苏州去。不，我带你到上海去学声乐，我找最好的老师教你，我要让你成为藏区最好的歌唱家。我一个奴隶娃儿，又不认识字，哪可能去苏州和上海呀？再说我气要住到哪点嘛。那还用说，当然住我家。你这人好不害羞啊，我们藏区人只有成了亲，还可以住到别个家头去。达娃，等我们把公路修好了，我就带你去苏州。到时候我真的可以跟你一起走啊。路修好了，我先回苏州，然后你等我的信，我一定回来接你。羊肠小道啊！达娃，辛苦了。哈，辛苦辛苦啊，辛苦！来来来，都歇都歇。哦哟，才几天功夫，是这么宽一条路。哎呦，达娃，又瘦了哦。刘二大哥，你不在头人屋头做事情，跑来干啥子哦？我现在在乡里头做事情的，专门干这个。找人当邮差啊？我现在是人民邮递员哦。吹牛，公家的邮递员哪不穿绿衣服啊？绿，我要这个嘛。虽然我是临时工，但是一样的为人民服务噻。说的太对了，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啊，李长官，哎，不是，李技术员，我正要找你，有你的挂好心。好秀气的字，好像是女娃写的哦。我家写来的。哦。太好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呢。有文化的人好好哦，会读书，会看字，还会写信。会两句古诗就是有文化呀！我也会写信，我也会写字。晓得，要不然哪个让你当邮差呀？就是嘛，邮递员。哎，我跟你说个事，来嘛，来嘛。你看，我是专门给你在泸定城里买的。刘二大哥，
我跟你说了好多回了，你不要送我东西嘛，别看到起冷香嘛。哎呀，你不要不好意思，你以前是在头人家的，我不是不好意思，现在你都解放了噻，你带得起几好看嘛。我跟你说我们俩是不可能的呀。你老看到一个吸毒小白脸，那是不可能噻。你不让我说他，他说恋人。恋人，他个。哎呀！咋个回事？咋山上每天都这个样子？咋山哦？好黑人的狗儿的。你带起嘛？带得起，几好看嘛？别听他的，快点开吧啊！外公，你干嘛呀？我着急嘛。徐真同志，你好。你怎么来了？我可是找到你们两个了。小心，小心。幺门。我问一下，这小狗回去啊？我不得去，我妈、我娘、我人可以。你们找哪个啊？哎，我来。哎，谢谢。老爷爷。你不是把我们推车那个小姑娘吗？老爷爷。哎呀，你好。你们啊？哎。你们就是幺妹儿，我问你一下，大王央街老阿妈的家是在前头那个村子吗？对。是啊。啊，在家吗？你们不晓得呀、啊，大王奶奶四天前就去世了。你说什么？大王奶奶去世了。老公，别急，老公，让一下。
别激动，你到他家里去歇一歇。哎呀，你听听，我怎么来晚了的？他们家还有啥子人吗？哟，我带你们去。我不知道咋西，你们家有客人来了。哦，你好你好，你们是？哎，是这样子，我是周师傅接待办的，我想问你一下，刚刚去世那个大娃杨金老阿妈是你啥子人哦？大娃杨金啊？哎，是我奶奶。是这样子，这位老先生是你奶奶六十多年前的老朋友。哦，是我奶奶的朋友啊。哎，他们二位都是从苏州来的。苏州，哎，他啷个回事啊？我也不晓得。上次在路上帮忙推车的时候，扎西一听说是苏州人，也就马上不高兴了。哪个是扎西啊？扎西是，四周妈的弟弟。扎西多谢。那个苏州的老倌和女娃找你来了。美珠，你们这次把他们两个带到这里干啥子？我不欢迎他们。哎，请回你们苏州去吧。怎么又是你们？小伙子，你听我说，我和你奶奶是60年前的好朋友，我这次千里迢迢从苏州赶来，就是专门来看她的。啊！干什么？你简直就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不要你们苏州人的恩赐。老爷爷，60年了，你现在才来，已经晚了，你知道吗？他等不了了，你迟了。冷血动物！我是冷血动物，谁是冷血动物自己心里明白。如果你不信，把你脑袋砍下来看看，血是热的还是冷的。再也不要再见你了，我要是再碰到你，我就站到大渡河里面去。你先跳！大渡河没有盖子。把杨坚当年腿部、腰部都受了重伤，经过治疗，差不多都好了。后来啊，还当了村里多年的妇女队长，是出了名的老模范。他家那两个孩子，姐姐叫卓玛，弟弟叫扎西多杰，是他的孙女和孙子。扎西多杰很能干，除了放牧。搞运输，业余时间还组织个演出团赚钱补贴家用。后来大娃老阿妈60年前的旧伤复发了，瘫在床上起不来。姐姐卓玛为了照顾奶奶一直都没出嫁。那他们为什么那么讨厌苏州人呢？那就不晓得了。外公，你不要着急嘛，我们先回宾馆，明天再说。我有点放心不下，我还想到卓玛家去看看。外公，你怎么不听话呢？我想再去看看，60年了，多不容易啊！掉头，掉头。好好好，师傅，掉头去卓玛家。不能乱动，赶紧找门板，你少人找门板去。啊，好。老爷妈，阿婆，阿婆，隔壁的姐姐病了，家里有人吗？啊，卓玛病了。
美朵，美朵，你快出来呀，美朵！奶奶，啥子事情啊？在村口吧。是啊，出现情况。我给大家说哈，这条路急，但是要下水，但是你少走两里路。下水怕什么？救人要紧呐，快走吧。走走走。我姐姐咋个样了？请问你姐是哪一个？我姐叫卓玛。哦，卓玛是急性阑尾炎，刚做完手术。这个是院长，今天幸亏是他值班。谢谢院长了。你姐姐现在看的问题不大啊，可是刚才如果再晚送了半个小时的话，那阑尾就要穿孔了，那就很危险了。院长，我也不晓得咋个感谢，真的是谢谢你，太感谢了。好好好，哎呀。你不要老谢我嘛，幸亏你们家的人呐、把他用汽车及时送到医院头来，否则就麻烦了。我还有点事啊，谢谢啊。汽车？怎么是你们？怎么不能是我们啊？有谁还要吃什么麻饼什么糖啊？老人家，请这里坐啊。谢谢你们救了我。应该的，应该的。哦，这是我们家里自己熬的酥油茶，可能没有你们苏州什么饼什么糖好。如果你嫌脏。我怎么说话了？要不是看在你们救了我姐姐的份上，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和你们苏州人来往，你知道吗？扎西，对客人说话要有礼貌。苏州人怎么了？我们苏州人又没有得罪他。从我们头一回在路上碰到他，到现在我们上门来看他们，他就一直像吹了炮仗一样，简直就是没修养。你骂谁呢？我骂你呢。我没有修养。我告你啊，我再没有修养，也比你装模作样的人有良心。住嘴！羊不可能跟豺狼同圈，我们藏族人是绝对不会和没有信用的家伙来往。你给我出去！扎西！我让你出去！扎西！你急死我了你！你哪儿想读过高中的藏族人？你对得起大王奶奶的上天之灵不？奶奶给我们说过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了，只可以是别个对不起我们，我们不能对不起别人啊！小姐，你不要管我，
家，对不起哈，我这个弟弟啊，他太粗鲁了，但是啊，他心是好的，就像我们奶奶大娃一样，死心眼得很哦。你别说，妹妹，我们是从小在雪山脚底下长大的，比不得你们城后头的人那么有修养，但是我们的心啊，就像雪山上的冰块一样，是透明的。你们就直说嘛，这次来有啥子事情，不要绕弯子了。刚才不是说了吗，是来找你们奶奶达瓦的。你们口口声声说找我奶奶，那好，老先生60年了，为什么只有一封信，而且加起来还不到100个字呢？我写过许多许多信。傻牦牛才会掉进陷阱，傻汉子也听信谎言，你们就骗骗3岁小孩吧。等着，你看这是什么啊？瞪大你的牛眼睛看看，看看这都什么啊？这些通通都是我外公写的信，每年春节、五一、11、元旦、中秋，一年要写10几封信。可你们站的啊，通通都给退了回来，还敲着查无此人的图章。你自己看，你自己看，上面有邮戳，有时间。想念的达瓦，一别许久，你还好吗？为什么每次的信都说查无此人，退回来了？连续6年，我给达瓦写信，都没有回信。扎西，把奶奶收到你的封信拿过来。达瓦同志，你好，知道你生活得很好，我就放心了，祝你幸福快乐进步。同志李苏杰，1957年国庆节前夜。这封信就是我奶奶唯一收到的那封信。是我写的，是我写的。怎么会来这里？李工程师，我刚才去家里找你了，听邻居说你被带到农场来了，我一着急就赶紧来追。哎，邮递员同志，你找李苏杰有什么事情啊？我找他有很重要的事儿。李苏杰现在已经被划为右派了，你晓得吧？有什么事情跟我们讲。怪不得呢，邻居刚才说他被带到农场来劳动。不可能的，李工程师是好人，他不可能是右派。你这个同志怎么帮右派讲话了？啊，我不管你们什么左派右派的，反正我知道他一定是好人。车头同志，不用帮我说话，这是我们孙主任的信。哎，他的信现在必须交给我们先审查一下。孙主任，哎，孙主任，我敢保证这封信啊，肯定是贫下中农写的，不会有问题的。李工程师这个人我是了解的，援藏的时候他修过路，他是好人呢。他等这封干资的信真是等了很多年了。干资还没写，谢谢你。李书杰同志，让你失望了。当你拆开这封信的时候，你应该猜得到我是谁了吧？
我就是你们小奴的时候给你送信的乡右爷刘二。我晓得你非常喜欢大娃，可我要告诉你哦，我更爱他。我们很快就要举行婚礼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来信打扰大娃，请原谅我这样做。叫刘二的人一直追求他，有一天，咱家溜溜的大娃，人才溜溜的好哦。刘二，大娃，是我。恁个喊那刘来干啥子？苏州来寻我。你让我进来了哈，行呢，在这里吧，给我，快点快点快点，你等等，坐到起来。哪来个姓蔡的呀？我蔡的。哪料的蔡？你明明晓得我在康定书记的信，我的几年人生上网吧，我看得懂哪料的蔡。你姓鸡我也姓鸡噻，写的咋着？大娃同志你好，知道你生活得很好，我就放心了，祝你幸福快乐进步。同志李书杰。同志就这些了。不可能，让你寄给他，他一个字都没提。就是哎，啊，他是在苏州，苏州是啥子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漂亮姑娘多的是，兴许人家早就结了婚，生了娃儿了，不敢再给你写信了。接到这封信，想死的心都有了。结果刘二就趁机求婚，还自作主张到城后头去给他买嫁妆，回来的时候心急就超过小路，掉到悬崖底下，再也没有起来。马脱了缰可以抓住，话说出了口不能收回。当年我奶奶就为了你那一句承诺，一直等。等了一辈子，他到死都觉得你要接他去苏州。那你奶奶就没有结过婚吗？20年前，我们的爸爸妈妈去挖草药的路上就遇到雪崩，我和扎西就成了孤儿。当时的妇女队长大娃奶奶
就把我们两个收留了。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的，四天一圈，为了就念到你的名字，他就走了。最终还是忘记了我奶奶，娶了别的。你怎么能那么说我外公呢？姐姐，你知道吗？其实我外公他心里很苦的，他从来都没有结过婚。我妈妈是他的亲侄女，从小过继给他当女儿的。前你给我做的羊毛钢笔烫，我一直放在心里。大伙，我看你。搞啥搞呢，妹妹？张友很生气的，有时候一天下去啊，半个时辰就见效了。
我是报幕员格桑梅朵。下一个节目洗衣歌领舞扎西多杰格桑梅朵。再见。长太郎赶紧。有喜，我的心里喜洋洋。哎嗨哎嗨哟，我的心里喜洋是好的嘞，完全可以去我们苏州看病大炫演了，绝对不会比专业的歌舞团差的。我们乡下人怎么能去你们大城市呢？我说你胖，你别喘啊，小子了。其实啊，你长得老像王力宏的，真的。姑娘，哪个屁股坐得不舒服？请坐。谢谢啊。这小姑娘蛮灵的嘛。我们这边叫他小彩蛋卓玛呢。小彩蛋卓玛？对啊，我奶奶说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特别喜欢听我们藏族歌手彩蛋卓玛老师的歌呢。啊，我知道藏族最优秀的歌唱家彩蛋卓玛老师嘛。听听不错啊，我还以为你们城里人只知道帕瓦罗蒂和多明戈呢。哇塞，你连他们你都知道呀。等我有钱了，我也要上音乐学院或者是上海戏剧学院。哎，梅朵来喽！
那我先走了。哎，你做啥子去啊？我待会还要请你吃宵夜呢。哦，顺便跟你谈谈去艺术学院进修的事情。不用了，谢谢。他们都在等我，我们每天演出结束都会随便吃一点。哎，婷婷，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吃？我才不去呢，你们又没有专门请我，好心当成驴肝肺。哦，明天早上八点，你来宾馆找我，带我去跑马山，爱来不来。哎。吹的真好听，再吹一个。走。唱出来的《康定情歌》的原名呢是叫做《跑马溜溜的山上》，是上了世纪30年代的民歌，就诞生在我们的脚下。40年代中期呢开始广泛流传，经过我们几代音乐人的共同努力呢，终于它传遍了整个世界。傻了吧，扎西多笨。我觉得你像是庙里的小和尚。好啊，小蔡老，你说我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打死你个小蔡老！慢点，慢点，我跑不动了，我跑不动。那好吧，哎，你把相机给我，我带着这个给你拍张照片。这又有什么好拍的呀？我们苏州乡镇企业只要一搞活动，满大街挂的都是这个，我才不要拍呢。哎，大姐。这是五彩经幡，上面印的全是佛经，每随风舞动一次就是诵经一次。好，你给我来一张。好，来个 pose。一、二。好了，不拍了，我累了，坐会儿。一朵溜溜的云哟，段段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街。哎呦！疼了？我上次扭脚的地方又开始疼了。来，我扶你吧。我不要你扶，我要你背我。嗯，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我最大的愿望，其实我现在最希望是有一辆中巴车，这样平时可以多拉一点运输，多赚一点钱，给姐姐攒一份像样的嫁妆。还有就是我们的艺术团不用再做拖拉机，再淋雨，再晒太阳了。那外公要给你20万，你为什么不要啊？你没有为人家割草，怎么能收人家的牛羊呢？我不能平白无故的收你们的钱。那这样的话，你的愿望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啊？不知道，再说吧。哎，那我借给你20万怎么样？啊，说好啦，只是借给你，等你以后成了财旦卓玛，赚了钱再还给我。草原上的飞鸟很多，但不会都是雄鹰，我也变不了财旦卓玛。但是我有梦想，我会努力，我能吃苦，所以，婷婷，我打个欠条，我发誓，我一有钱第一个就还给你。别动。
扎西多杰同志，力气大得很嘛。啊。前面的路很平坦了，我看不用再背了。哦。晚上再来看我们演出哦。我要那个二十万，你这二十万你必须要给我。哎呀，你要二十万到底要什么用处嘛？扎西要判用处。不可能嘛，前几天我给他他都不要。你说你这个小滑头。瓦工，我没耍滑头，你不信你去问扎西去。可是我现在没钱。哎呀，外公，你别骗人了！怪我没把话说清楚。听一听，村长告诉我说，达瓦这些年来带着乡亲们修了很多路，唯独自己的家门口没有一寸好路。所以我把这笔钱呢捐给了村里，我要让他们从扎西的家门口到高速公路。铺设一条可以开车的水泥路来，你懂吗？外公，我知道你想问。外公，为什么要把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都拿出来？因为外公的心一直在干涩。对了，婷婷，嗯，我把借条写了，你看一下。哦。哎，这里的酒店挺不错的啊，一点都不比苏州的差。对啊。服务员。哎。嗯，给我要一杯鹅色茶。对，好的。哎，那个叫梅朵的小姑娘是你女朋友吧？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个借条呢你先放着，因为我外公的钱呢已经派了其他用处了。我终于明白了，一听说给桑米朵她是我的女朋友就不肯借钱回来就喝成这个样子。美东，去把帕子拿过来。哎呀，刚才坐在我家楼下，又哭又唱的。我，可是我没事。哎呀，听话。这两天被苏州城里的千金小姐灌了迷魂汤了。谁说的？我的女朋友是干桑美的。美东，你先回去休息嘛。啊，我走了，姐姐。美东。不要这样，你说我好不好？好，你在苏州小弟眼睛里头好得很。梅朵，泽西，那个婷婷是不是喜欢你哦？她喜欢的是钱，不是我。来把这个喝了。那他要是真心喜欢你嘞？咋个哭了嘛？他是艺术院校的研究生，恨我是啥子？我就是个开拖拉机的乡巴佬。那他要是真的喜欢你，就跟他走嘛，去苏州，去上海，你也出去闯一闯噻。姐姐，你太单纯了，你咋个那么糊涂？这种心血来潮的小姐，我能跟她走吗？姐姐不是嫌贫爱富的人，但是奶奶生病的时候，我们借了人家那么多钱，
就光靠你开拖拉机，坏到啥子时候去？你不要家嘞！姐姐，等我唱成功了，我就买车，给你买嫁妆，我就要去灭洞，我就到苏州，天天家门口去唱歌。我要让全天下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康定情歌。金马姐姐，丁丁，在屋里坐啊。你去找他啊！扎西，我喜欢你。可是我真的不喜欢你。梅朵，你起来了，把妈给我。你做啥子嘛？你不要管了。梅朵。好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短短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月亮弯。溜溜的当阿哥，人才溜溜的好哟，张家溜溜的当阿姐，看上溜溜的糖哟，月亮弯弯，看上溜溜的糖哟，世间溜溜的女女子，人我溜溜的爱哟，世间溜溜的男男子，任你溜溜的求哟，月亮弯弯，任你溜溜的求哟。你没事吧？你怎么胆子那么大？我会骑马。你这是何苦呢？我喜欢你。我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你踏实、善良、勇敢、聪明。可是，我现在已经有给桑美朵了。要不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苏州吧？婷婷，你别这样。扎西，为什么就不肯跟我去苏州呢？你这是做啥子嘛？哎呀，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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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皮了莫皮了，回家吃饭去。不是，我晓得了，是不是和扎西吵架了？嗨，这个啃脑壳的小土匪，你看奶奶咋个收拾他？哎，奶奶，奶奶看见喽。这两天呐，城里来了个女娃，要和你抢扎西。哎，听奶奶的话，是雄鹰啊就离不开草原，是好娃就离不开梅朵。我看扎西啊还不是那样的坏孩子。好了好了，我生气了，吃饭去啊，走走走。走主任，
一会儿朱阿玛和扎西来了以后，我就不直接交给他们。这一张卡是给扎西买车的，这卡里的钱是婷婷的爸爸妈妈昨天从苏州打过来的，等飞机起飞以后，麻烦你，请你把它转交给他。扎西，我想好了，你还是跟婷婷去苏州吧，那里毕竟发达，他们家毕竟比我们有钱，你跟他走会对你有帮助的。我真诚地祝福你能在他们的帮助下做你最想做的事情，让康定情歌在全中国全世界唱得更响。这串珠珠还给你了，你把它送给苏州的朋友吧。米豆，你来干啥子？走。干啥子？放开我！这个包，奶奶留了60年。这个铁锁链，奶奶每天都要拿出来。奶奶的骨灰就撒在这条小溪里。奶奶说，60年前，她就在这条小溪边上遇到了一位苏州人，是他们解放了她，所以奶奶在临终前嘱咐我，等她走了以后，一定要把她的骨灰撒在这条小溪里。他说能够顺着这条小溪一直漂到城墙，漂到苏州。我是苏杰呀，我看你来了，大王，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们一别就是整整60年了。这些年来，你曾经无数次地站在村口，站在山前，站在小河边，站在我们共同修筑的公路旁，等着我的信，盼着我的信。你也一定会抱怨我为什么一直不给你写信。
我给你写了，我写了很多可惜你都没有收到。今天我回来，我把这些信都给你带来，可是你却走了。大王，我想有一天我也会离开这个世界，到时候我会让孩子带着我的骨灰从苏州飞到这里，在当年我们相遇的地方，我要顺着这条溪流去找你，我一定会找到你。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再也不会分开了。婷婷，你到底还是把这身衣服穿上了。外公，六十年前你把一颗心留在了这里，六十年后我也要带走一颗心。外公懂，懂，我们走吧，啊，走吧。前往成都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MU5852 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登机了，请您携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从一号登机口登机。走吧，走吧。你好，再见。你好，再见。再见。你好，再见。你好，再见。你好，再见。小姐，快登机了。好吧，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鱼哟，短短溜溜上溜溜的